喜欢春天的花香，夏天的海浪，秋天的枫叶，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齐正犯胃病那天，我正好在医院值班，做完胃镜，外面天色已经很晚了。科室门口似乎站了两个黑衣保镖，看起来怪吓人的。我暗暗瞟了一眼齐正，长相精致，满身金贵，放在人堆里也是个绝对的大帅哥。似乎意识到我在瞧他，齐正挑了挑眉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抿唇，低头在药盒上标明用法。这段时间注意饮食清淡，不要喝酒。一日三餐最好准时准点吃。我将胃药递给他，齐正没有马上接，而是意有所指地问我：“要是下次还胃疼，能找你吗？”“可以。”我指了指桌上的二维码，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：“你扫码关注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上问诊。”男人轻声沈笑，语气有些散漫。太麻烦了，林医生，我能不能加一个你的微信？他看着我，凤眸微微上挑，带着说不出的痞气。良久，我抽出一张名片递给他。齐正眼睫低垂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林希雾，好名字。后来，齐正来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不是为了看病，而是为了看我。成年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亦是如此。没过多久，我和齐正便正式在一起了。说起来，我们交往到现在也有1年了。这位爷性格散漫，情绪稳定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是一副十拿九稳的态度。不过这也不奇怪，他祖上3代都在京圈，从出生开始，齐正就已经在罗马了。我和同事一起下班时，看到了站在医院门口的齐正。他一身长风衣，手上拿着一束白色郁金香，正一脸闲适地靠在车身边。路过的人见到他，也不由得多看了2眼。见我过来，他上前揽住我的腰。我的习惯。话落，他将手上的花束递给我，我轻笑着接过。我的喜欢，你的习惯。齐正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人。恋爱1年，我收到的花少说也有几10束。我还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，没别的，看到好看的就想买给你。我有时候觉得他应当是喜欢我的，但每每看到他那张清冷自持的脸，我又自我怀疑了。好在我很懂规矩，齐正这样的精爷爱意都在弹指一挥间，也许今日喜欢，明日就厌弃了。男欢女爱不就那么回事？我看得很透彻，唯一不会背叛我的就是钱，所以跟他谈恋爱期间，我就可劲儿做。去商场购物，最狠的时候刷爆齐正一张信用卡，买了金子再买车，丝毫都不带手软的。而齐正的态度却是不痛不痒。转身递给我一张黑卡，以后刷这张，没限制。多么让人愉悦的一句话呀！为了这8个字，让我给齐正当狗，我也愿意。思忖之间，车已经开上了高架。齐正看着前方的路况，缓缓开口：“希雾，晚上有个局，你陪我一起去。”我应了一声，打开镜子开始补妆。还好，我今天穿的一身红色长裙。淡妆看起来自然又得体。见我这么紧张，齐正弯唇低笑：“别照了，已经够美了。”我看了看齐正的侧颜，若有所思道：“是谁的私宴吗？我是不是要带点礼物？”“没事，江景生日，我们去他家里聚聚。你到场就够给他面子了，这小子还要什么礼物？”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心头逐渐划过一股暖流，与他交好的几个发小，我基本都见过，虽是点头之交，他们对我倒也还客气。路过商场，我还是坚持挑了一款男士香水，齐正倒也没拦着我，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后脑勺。我们家小乖最近倒是越来越长进了，我笑着在他唇上亲了一口。男人意外地挑了挑眉，加重了这个吻。到了江景家门口，门竟然没锁，似乎是特意给我们留门。转动门把手，我看到的就是江景两口子在厨房调情的景象。女人语调婉转：“别闹我了，锅里的排骨要糊了。”身后，江景缠绵地亲着秦桑的耳垂，嗓音含糊不清：“糊了就糊了。”距离他们过来还有点时间，要不我们先去房间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惊讶地张了张唇，看向旁边的齐正，他笑了笑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。下一秒，齐正不动声色地咳了咳，厨房里还缠作一团的两人瞬间分开。江景挠了挠头，一脸欲求不满地看向玄关。齐正，我诅咒你每次亲热都被人打断。显然，江景的毒舌攻击并没有对齐正造成什么伤害，反倒是站在一边的我脸色瞬间红了。我与秦桑从前也就见过一面，那次还是齐正的饭局，江景带着秦桑一起过来，初见看着还羞怯怯的姑娘，如今也肯为了江景洗手做羹汤。爱情的力量还真是强大呀！我将礼物递给江景，来得匆忙，也没买什么，一点心意。秦桑倒是个会来事儿的，一脸笑意地看着我：“谢谢嫂子，你能来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”秦桑让江景在客厅陪我们说话，自己进了厨房，又开始忙活了。晚上7点，客已到齐，加上齐正另外2个发小。一共6个人，一行人说说笑笑，这顿饭足足吃了2个小时。饭后，有人提议打麻将，这方面我并不擅长，便一直坐在齐正身边看着他玩。2、3把之后，江景几个人全都叫苦连迭：“正哥，你这是什么逆天手气？”我去，嫂子在旁边，你也不必这么亢奋啊，跟开了挂似的。闻言，齐正笑得一脸无奈：“不服是吧？要不让我老婆替我打？”话落，齐正看向我，对上他的视线，我慌乱了一瞬。我真的不会输的。齐正却是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反手就把我拉到了他的腿上。周围又是一阵起哄声：“嫂子，你就别推辞了。正哥平时压榨我们压榨得这么惨，今天还不给我们放点血，真情侣就是好磕呀！还没结婚就想着替正哥省钱了，正哥好福气。”看着他们几个人，我欲哭无泪。他们一行人打牌，筹码必然不会小，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进了别人的口袋，这可不是我这个财迷的作风。坐在齐正腿上，他亲昵地揽住我的腰身，下一秒，男人温热的气息出现在我耳边：“别那么紧张，我教你。输了也没关系，你输的还能有我赚的快吗？”一句话仿佛是给我吃了定心丸，我焦虑的心很快就平静了下来，得益于齐正这么精明的老师。起初我云里雾里的输了2把，后来状态越来越好，一直在赢。打到最后，他们几个人都面有菜色，我有些抱歉地凑到齐正的耳边：“是不是赢得太狠，太不给他们面子了？”话落，齐正痞里痞气地笑了笑：“怕什么？江景他们不缺这点钱，就当是他们给你的见面礼。”该死，齐正真的很会撩。林希雾，你只是他的女朋友，不要把自己带入到妻子的角色了。我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。回到别墅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1点钟。齐正喝了酒，所以是我在开车。刚一下车，我就被齐正拦腰抱起，他大步朝着楼上的主卧走去。黑暗里，齐正将我放在沙发上，喘息着同我深吻。今晚的他似乎格外凶，折腾了许久，直到我哭了才肯放过我。洗澡的时候，我累得躺在他怀里睡着。艳足的男人心情甚好。希雾，每次看到你乖乖在我身边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们会一直这么好的，对吗？他温柔地拂过我额前的碎发。已经睡着的我对他说的话恍若未闻，自然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翻了个身，我继续甜甜地睡去。男人轻笑着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然后将我抱到房间。清早，我醒来时，身边早已没有了人。齐正是个工作狂，忙起来的时候经常会忘了吃饭。在一起1年，我没有让他的胃病再复发过。某些层面上来说，齐正更像是我的老板。我从不问他爱不爱我，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尖锐。站在齐正的角度，他也会为此感到厌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乖巧懂事的拿齐正的钱去包装自己就好了，何必想那么多有的没的？毕竟聪明女人从不给自己找事。刚到科室，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就有小护士一脸焦急跑进来找我。林医生，3床的病人又闹开了，吵着要见你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刚到病房门口，我就听到了里面的嘶吼声，声音凌厉，中气十足。我不想看见你们，让林医生过来。我只要林医生给我治，听不懂。病房里围了一圈小护士，都拿他没办法，其中不乏实习生。小姑娘哪见过这种场面，红着眼睛不敢哭。我打开门，吵闹的环境瞬间安静了下来。陆星月靠在床边，吊儿郎当地看着我。林希雾，你来的可真够慢的。我没说话，朝着几个小护士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出去。下一秒，我站在病床前，把点滴的速度稍微调快了一些。陆星月则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仿佛刚刚那个泼皮无赖不是他。这是医院，你不能打扰到别的病人休息。陆星月，这个道理还要我给你讲几遍？男人一脸被我骂爽了的样子，就是这个语气，再多骂几句，我爱听。我皱眉白了他一眼，神经病！我和陆星月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，他比我高一级。犹记得大3那年，他对我表白，林希雾，我就要毕业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你等着我，等我做了大明星，一定会回来找你。后来，陆星月真的做了大明星，短短几年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男顶流，在全国各地开巡回演唱会。我以为他早就忘了当初说的话。没想到他是认真的。陆星月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和齐正在一起了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。陆星月笑容苦涩，只说了4个字：生不逢时。再后来，他面色苍白地住进了医院。他的经纪人告诉我，他是因为高强度的压力加上心情郁结，所以患上了厌食症，长期不吃饭或者吃了就吐。这段时间他已经瘦了1圈，对他我是有愧疚的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陆星月现在必定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我回应不了他的感情，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治好他。所以他入院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尽心尽力。陆星月靠在床边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知道那几个小护士私底下说我耍大牌，但我不在意，只要每天能见你一面，比什么都好。我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，你这又是何必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现在有男朋友。话落，陆星月眼神暗了暗，在看到我脖子上的吻痕时，脸色瞬间阴鸷。是昨天下班来接你的那个人吧？他叫齐正，是吗？我点了点头。陆星月再怎么说也是个大明星，要调查一个人还是能做得到的。况且这道吻痕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了，之所以没有遮盖，就是故意让陆星月看到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当然明白我的用意。陆星月动了动唇，略带几分自嘲地笑了笑。林希雾，你可真狠心啊！就算是单恋，也要残忍断绝我的念想吗？”站在原地，我无可辩驳。许是我的沉默刺激了他，陆星月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。我累了，想休息，请你先出去吧。罢了，他最近状况越来越好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。往后，我们应该也不会再有交集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周五晚上我在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了他。包间的门被打开，映照出陆星月那张精致绝伦的脸蛋，在场的女孩全都激动了起来。要知道，陆星月演唱会一票难求，今天见到真人，女生们拼了命都想表现。有人迎了上去，态度十分殷切：“陆大明星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”“是啊，你这个大忙人，红了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，今天怎么肯赏光？”闻言，陆星月眼神在我脸上扫过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包间里觥筹交错，大部分都是恭维陆星月的。大家都很现实，谁也不是傻子，谁混得好，谁就是聚会的主角。他虽跟我们不是一届，但是谁会计较这个呢？下一秒，齐正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嫌包间太吵，我走到外面接听。电话那头，齐正带着磁性的嗓音出现在我耳边：“什么时候结束？我去接你。”我弯唇笑了笑：“半个小时左右，我提前走没事儿。”“好，乖乖等我。”齐正的声音性感阴雅，如果他在我身边，真想亲死他。回到包厢，陆星月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我身边：“怎么，还跟我装不认识？你知道我没这个意思。”话落，陆星月勾了勾唇，他拿起酒杯跟我碰了碰：“我不会缠着你的，你放心。”林希雾，别一脸看洪水猛兽的眼神看我。陆星月主动破冰，甚至看起来有些可怜。气氛到了这里，再不喝就不礼貌了。我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，身旁陆星月的笑容逐渐放大，随后一脸亲和的身边的人摇起了头子。不过一会儿，我感觉有些头晕，我摇了摇头，可是面前的东西好像都成了双影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段时间没喝，酒量已经这么差了吗？我暗自腹诽，直到意识逐渐模糊，迷迷糊糊之间，我好像被人抱起来。是齐正吗？他要带我去哪里？我费劲想睁开眼看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。半小时后，齐正沉着脸派人将酒吧翻了个遍。他脸色不善，状似随意地坐在包厢里，而酒吧的老板颤颤巍巍地站在一边：“齐爷，夜场一直都是鱼龙混杂，我们真的不知情。我已经动用全部人去找了，您稍安勿躁。”话落，齐正抬眼看向老板。这一眼吓得老板差点跪下来。“少安勿躁，我的人在你的地盘上不见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？”闻言，老板的腿抖得更加厉害了，支支吾吾半天，也只能拿下面的人开涮。齐正头疼地揉了揉眉心。下一秒，江景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嫂子是被一个叫陆星月的男人带走了，现在在君悦酒店1605。来不及挂断电话，齐正就已经冲出了包厢。君悦酒店，迷迷糊糊间，我好像被人放在了一张大床上，有人温柔地抚摸我的脸颊。陆星月痴迷地看着我的睡颜：“希雾，别怪我方式极端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没有办法放弃。我已经找了媒体，明天早上把一切都公开。过了今晚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会一辈子爱你，保护你，就算你跟他什么都做过了，我对你也不会变。”可齐正不一样，如果我们发生了关系，我不信他还会要你。“醒醒吧，我才是你最后的归宿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似乎有人在跟我说话，但是听不真切。体内的躁动让我本能的想跟那个人贴得更近，我无意识的抱住了面前的人。昏迷中的我不知道，我的动作引来了男人的狂喜。他哽咽着抱住我：“乖乖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。”就在陆星月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，房间的门被人狠狠踹开，陆星月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人一拳打到了地上。齐正眼眶猩红，就像是一只暴怒的野兽，一拳一拳不要命似的打在了陆星月的脸上。“你怎么敢的？我齐正的人你也敢动？”一个爱斗的体力，当然敌不过齐正这种常年在健身房撸铁的。很快，陆星月就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。齐正一脸阴沉地抱起我往外面走，把我放在后座。齐正拨通了电话：“江警，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。”药物作用，我一直昏昏沉沉。齐正带着我直接去了医院。被熟悉的气味包围，我在齐正的怀里不安分地扭动着。解开他的衬衣扣子，我缠绵地吸吮着他的喉结。齐正咬牙切齿地握住我作乱的手：“该死，换另一个男人你也这样吗？”林希雾看着我：“我是谁？”我咯咯笑着：“齐正，你凶我的样子也好帅。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齐正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。第二天醒来时，齐正趴在我床边睡着了，他眼下有一圈乌青，看来昨晚他压根没怎么睡觉。我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，结果还是把齐正弄醒了。此时我意识清醒，当然知道昨晚闯祸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叫了齐正好几声，他也没理我，而是自顾自地叫来了医生。在确认我没事可以出院之后，齐正这才看向我：“闭嘴，跟我回家。”哦，一到家里，齐正就把自己关进了浴室，真就不理我了，急死人了。他倒是说句话呀。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，还是打开了浴室的门。浴缸里，齐正正在闭目养神，他睁开眼看着我，眼神冷漠的让人心惊。金主生气了该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我咽了一口口水，在齐正冷淡的眼神下，一颗一颗解开了上衣的纽扣。哄男人吗？当然要投其所好。男人的眼神逐渐转为炽热。齐正，我昨天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被拉进了浴缸。齐正吻我吻得又凶又急，良久，我趴在齐正肩头动弹不得。男人的声音还是有点闷：“以后这种聚会不要去了。昨天我要是再晚一点找到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有一搭没一搭的亲着齐正的耳垂。“好，不去了。”齐正抱住我：“陆星月纠缠你，为什么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？”我抿了抿唇：“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以为自己能体面解决。”谁能想到，他用了这种下三滥的方式，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怕。话落，齐正眸光暗了暗：“别怕，我会处理。”半个月后，陆星月塌房了，有人实名制举报他偷税漏税，他名下的多个公司税务都是有问题的，相关部门已在着手调查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毫不意外。齐正想要把他拉下马，有10000种方式。从前，我始终认为他是真诚且善良的。可是经过这件事，我才明白，娱乐圈这个大染缸，谁进去都会变。若是大学的他，绝对不可能对我做出这种事情。人不可能永远都一样。这件事反倒让齐正将我看得更紧了些，他走到哪都会把我带着。某一天吃饭，秦桑跟我说：“希雾，我感觉齐正对你不一般。”我失笑：“怎么个不一般？齐正以前谈过几段，我都是知道的。他这样的公子哥，感情不可能是空白的。隶属他的历届女朋友，我可能都不算什么了。”秦桑却是煞有介事：“江景说，他已经有好几年没看到齐正这么发火了。上一次发脾气，还是因为他妹妹温扰。话落，秦桑若有所思。不过，他们兄妹俩的感情不一般。我之前见过温扰一回，他看齐正的眼神不大对劲。我笑了笑。齐正的花边小料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。商务应酬，私下交际，他身边从来都不缺想要上位的女人。我们还没有分手，只能说明齐正暂时还不想分。何况这是他的妹妹，能有什么事？说白了，我能在他身边待多久都是个未知数。在他没有厌烦我之前，我只要做好本分。惹事不是我的作风。我没想到，秦桑口中的温扰会这么快出现。3个月后，我在齐正的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。彼时的他正在阳台打电话，饶饶就要回来了，你把老宅的房间收拾一下。对，按照他的喜好来就可以了，不用跟我汇报那么多，你们好好伺候着。我抿了抿唇，温扰要回来了，那我是不是得表示点啥？作为他哥哥的女朋友，一起吃顿饭，接风洗尘还是需要的吧。我看了看阳台上打电话的齐正，这些事情他应该会安排。1周后，温扰从戛纳回来，刚刚参加完电影节，温扰斩获年度最佳女主。作为影后的她，这个奖项无形之中将她的身价再度抬高。齐正去接机那天，机场被堵得水泄不通，到处都是粉丝和记者。温扰挽着齐正的手从特殊通道出来，他举止亲昵，一改平日里的高冷形象。我看着热搜上两人的照片，愣了愣神。下一秒，我给齐正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温扰好不容易回国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。他有什么忌口吗？”过了1个多小时，齐正才回我：“没事，我已经带他回老宅了。西雾，晚上你自己乖乖吃饭。”我可能要晚点回来。看着齐正发过来的消息，我承认我多想了，是我见不得人，还是齐正并没有打算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？想到这里，我忽然难受了一下。下一秒，我再度安慰自己，我只是他的女朋友而已，确实没必要见。回到别墅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今天诊室里有病人，所以加了会儿班。刚到家，张嫂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。一个人的晚餐有些食不知味。在一起之后，齐正哪怕再忙，也会跟我一起吃饭。我从不让他空着肚子工作，也不知道在老宅他有没有吃好。想打个电话问问情况，又怕打扰到他。饭后，我进了浴室，出来的时候，手机上有陌生的消息发来。我点开照片，画面里齐正靠在沙发上睡觉，这没什么奇怪，奇怪的是这个视角，很近，近的让我有些不适。旁边还出现了女人的裙角，而信息的内容才更让我啧舌。林小姐，我是温扰，想必你早已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根本不是齐正的亲妹妹，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喜欢她。从小就喜欢他，和你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罢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识相的话就赶紧走吧。看着温扰的信息，指尖迅速冷了下去。现在的情况很明了，白月光归国，逼我让位的戏码。可是这个正主竟然是齐正名义上的妹妹。我在意的是，齐正从未跟我说过他和温扰不是亲兄妹，所以秦桑当时让我小心温扰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想到这里，我摇了摇头，还是打了一行字过去。不可能，齐正不是这种人。那头很快便给我了回复。是吗？那他为什么不让你见我，又为什么独自来老宅？林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与其让齐正甩了你，为什么不体面的自己走呢？我给你5000万，以后别出现在齐正的世界里。5000万还真不少呢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在一起1年半了，所以呢，得加钱。呵呵，要多少？1个亿，1分也不能少。卡号给我，今晚会有人划给你。这种亏他温娆也吃，我不禁啧舌。1个亿都给了，温娆究竟是有多爱其正？放下手机，我心里竟然微微泛酸。细想，温娆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他一回来，齐正都整上夜不归宿了。是啊，我虽是他的女朋友，可又算得上什么呢？没结婚，他就对我没有任何义务。人家哥那两情相悦的，我又何必再去添乱？作为女人来说，钱是第一可靠的。我起身，二话不说卷钱离开。齐正这个人平时对我倒也不设防，他的财产都在哪里，我自然知道。一想到齐正回来看到家被偷了，眼前一黑的景象，我就莫名有些爽。分手了，我总得拿点分手费吧。含泪吞下巨额财产，很合理。当晚，我扛着行李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生怕温娆改变主意，不给我打这1个亿了。我到闺蜜家的时候，她正准备出门喝酒，姐们暴富了。我朝简宁笑了笑，下一秒，耳边传来闺蜜的惊呼：“不是吧，林希雾，这大晚上的你被人给甩了？”准确来说，是的，但我是自己走的，留了最后一点尊严。话落，简宁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。包厢里，简宁揽住我的肩膀。虽说人家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回来了，但齐正不也没跟你提分手吗？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要真是为了钱，就不会走得这么干脆，在齐正身边能捞到更多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真喜欢上齐正了，开始介意了？我灌了一口酒，梗着脖子反驳：“谁说的？我就是为了钱，不然我拿他的钱跑路干嘛？”一个男人而已，怎么会比钱更加重要？简宁笑得了然，一脸我跟你一起长大的，我还不了解你的表情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不甚在意地打了个响指。下一秒，2个又高又帅的男模出现在了包厢。我在桌上放下一沓钱，让我高兴，这钱就是你们的。话落，2个男模瞬间把我包围。原本坐在我旁边的简宁都被男模一屁股挤开，他笑得有些无奈。世风日下，有钱就是爹呀。林希雾，我劝你可别玩得太过火。我没说话，一口灌着酒。2个男模格外殷勤。姐姐，你想唱什么歌？我帮你点。姐姐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跟电视上的明星似的。我看着面前2个长相不错的小奶狗。眼前却不断出现齐正那张脸，清冷的、生气的、温柔的，全都是齐正。笑死，都分手了还来影响我的情绪。林希雾，你可真没出息。下一秒，我看向简宁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帮你点几个弟弟。简宁拒绝的话都没说出口，门外便再度进来了几个男模。而队伍的最后，赫然出现了齐正的身影。此刻的他一脸煞气，仿佛是地狱里的修罗阎王。我以为我喝多了，产生了幻觉。揉了揉眼睛，我指着齐正开口：“你出去，姐不喜欢你这样的。”而坐在一边的简宁一直给我使眼色。很可惜，我醉意上头，看不到。下一秒，坐在我身边的男模吃醋道：“姐姐，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”我咯咯一笑，挑起他的下巴：“喜欢，至少他们不会和齐正一样让我难受。”站在原地，齐正只觉得他想杀人。当年母亲去世，他爸再婚，后妈带着温娆嫁进了齐家。起初，齐正对这2个人是排斥的。他总觉得对不起地底下的妈妈。最叛逆的时候，他把后妈从楼梯上推了下去，那个女人被摔到骨折，还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后来，齐正渐渐发现了后妈的好，她不再针对她，同时也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加倍呵护。可是这种好，让温扰对她产生了病态的依赖。齐正很明白，不能让温扰再待在自己身边。几年前，他接管了齐家的产业，第一时间便把温扰送到了国外深造。他狠心断联，只给他打钱，不联系。本以为几年不见，他对自己的心思已经断绝了，没想到却是变本加厉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都是意外，连轴忙了一天的他，不小心在老宅的沙发上睡着了。老宅全部都是佣人，温扰自然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他做什么。等他一回到家，早已没有了习武的身影。他当即跑到老宅发了一通脾气。温扰也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，很快就哭着吐露了事情。齐正捏着他的下巴，冷声道：“林希雾是我老婆，惹她就等于惹我。温扰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要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你以为你还能回国吗？国外待了几年，脑子怎么还是这么不长进？我给你订了机票，明天你就滚回去。”话落，齐正转身就走。温扰哭着抱住他的腿：“林希雾有什么好的？他家世门第，样样配不上你。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开价1个亿作为离开你的条件，这种捞女凭什么能得到你的爱？”话落，齐正轻笑了一声。这笑容让温扰的后脊背发凉。下一秒，男人开口：“我还怕他看不上我的钱呢，因为钱把他锁在我身边，这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吗？温扰，你低估了我对他的爱。”话落，齐正转身就走，留下温扰坐在原地，哭声越来越大。包厢里，此刻的氛围冷得像冰。齐正上前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：“谁让你碰别的男人？分手了我就碰。林希雾，我可没同意分手。”我和齐正就这么对峙着，气氛安静，我只觉得心跳如肋骨。齐正似乎是被我气笑了。家里养了个小偷，好狠的心，一条底裤都不给我留。林小姐既然要选，不如吃好点，选我。我惊讶的抬眼，厚着脸皮求我选他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齐正吗？我抿了抿唇，别开眼睛，除了有点姿色，你还有什么好的？我哪里好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齐正语气暧昧。流氓！我脸色通红的看着齐正，有些气结。下一秒，齐正一把将我扛了起来。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走出了包间。神经病！你要带我去哪？跟我回家。齐正的语气不容置疑。我不回去，你已经有温扰了，难道想让我当你的二房吗？听到这里，齐正把我放了下来。他看着我，忽然勾了勾唇。林希雾，原来你是在意温扰的呀。听话好不好？我回去跟你解释。我张了张唇。还未说话，便被齐正塞进了副驾驶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认真的齐正，他眼底都是疲惫，却大晚上出来找我，是不是说明他心里也是有我的呢？手机不合时宜的响了一声，闺蜜的消息发来：“人家这都追过来找你了，就听听他解释，可别再闹了。”我侧过头看着窗外的景色，这一路畅通无阻。回到家，齐正随意扯了一把领带，将我按在沙发上坐下，他这才缓缓开口：“小没良心的，我辛辛苦苦找你，你却在泡男模。”我抿唇不语，有些心虚。齐正叹了口气，给我解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。他从不在我面前说假话，只要说了，一定是真的。听到最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温扰见面，还让他住在老宅？”男人看着我，一个曾经对我有想法的女人，我怎么会带到你面前，让你误会了才是得不偿失。让他住老宅是不想他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。我的住处只要有你就够了。另外，我已经安排他出国，往后他不会再回来打扰我们了。听到这里，我酸涩的心有被安抚到。齐正起身，一脸认真的看着我：“你问完了，现在是不是该我了？”我懵懵懂懂的应了一句：“什么？”灯光下，齐正的脸格外温柔，让我有些恍神。其实今天去找你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。和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从未向你表达过自己的心意，所以才产生了今天的误会。我从小和我爸一起生活，习惯了将感受隐藏起来，也不懂得对人说爱。我知道，在这段感情里，你经常会没有安全感，这些都怪我，我应该要勇敢点，再勇敢点。今天江景问我，如果真的和你分手了，我会怎样？我认真的想了很久，得出了结论：除了结婚，我从没想过我们还有第二种结局。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和你一起喝咖啡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吹晚风回家，一起走剩下的路。我的意思是，和你。林希武，这句话虽然来得有些迟了，但此刻我还是最想说，我爱你。说到这里，齐正的语气带着哽咽。那么你呢？你能坦然接受这样的我吗？我看着齐正，这一年多，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心隔得好远，我抓不住齐正，也看不透他。可是，今晚的他以一种鲜活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是通俗易懂的，是向我敞开心扉的。齐正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，哪怕后妈对他再好，有一部分情感也是缺失的。我要做的就是用加倍的爱填满它。齐正，其实我们都是傻子，对待感情有些迟钝。我从未想过，只要你出现，我就会超级有底气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这种感觉就是爱呀！没关系，以前都是你为我撑腰，以后林希雾也会成为你的后盾。你不必再担心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，因为我会一直爱你。这番话说完，齐正已经泣不成声。我抱着他，不停地给他安抚。还好，幸福来临的时候，我接住了，不算太晚。气氛温情，齐正抱着我不肯撒手。良久，我忽然想到了点什么。齐正，我从温扰那里敲诈了一个亿。下一秒，男人好听的嗓音出现在耳边。反正他身上的钱都是齐家的，将来也是你的，就当小姑子提前孝敬嫂嫂喽。我抿唇轻笑，以前怎么没发现齐正这么坏？在我愣神的间隙，齐正一把将我抱起，大步往主卧走。今晚还长，你这么折腾我，不惩罚一下你就不礼貌了。什么惩罚？你猜？良久，卧室传来我压抑的哭声。齐正说的对，夜还长，而我们注定了要爱一辈子。